我了。好，下面有请雨林再唱歌一首，好吧？十二年以后我们这个就后面的观众很沉重，可能是有标准，大家不要一起跺脚好吗？老姐真的好激动。哎，谢谢雨林，我从业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这样可以火。早知道我就早跳。好的，现在请回到我们的美味厨房，糯米。